来，大家下午好哦。来这边哦，啊，针对昨天这个小丑哦，协和体育法有提到说，这个五月第一个礼拜嘛，第一礼拜讲要见面嘛，我时间我给你五月五号下晡六点。不管是长辈这边的劝说哦，或者是说各方面哦，这边在五月五号的这一场哦见面的。这个约束跟见面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哦会取消的哦，应该就是直接取消了。我们到桃园体育场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桃园体育场，来，5月5号下午6点，5月5号下午6点，我如期赴约了。